央湖那边。对，假如说你们没有走这一段的话呢，当然要做申请，可以到那个我们的马告国家公园那边、七兰山那边进去，坐车都可以，可以到他那边这样子。哦，这边连到那里去啊？对，就刚好刚刚好，我们部落这个地方哈，是宜兰县跟新竹县、桃园县的交界线呐、啊。就是说我们以前部落的族人哈，七兰山庄那边也可以过。对对，七兰山庄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对对对，好，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族人说，上来的朋友们说，你们以前的族人是到哪里补给哈？然后很多人说我们是从部落这边走路走到竹东内湾那边，其实不是哈，我们是走到拉拉山那边，或者是到那个宜兰南山部落那边。对对对，所以说以前过去的长辈们呢，都是要用双脚啦、肩膀背一些我们所有的一些物资这样。那你们坐过巴士这条道路哈，大概是在民国84年的时候呢，才通到部落这边这条道路，就是以前的话都是要用步行的这样子。对，那现在走的这个路呢，都是步道，以前的古道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当然，假如说你们以后要上去的朋友们呢，一定要做先做登记哈。万一迷路啦，或者是自己进去的话，现在指标也是很好，跟着那个登山客的指标走都也可以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我们再往上走好了，对，往部落的方向走。